I哎，又下雨了。爱普，我们要爱护小朋友。爱妻，你要爱惜自己，别太累着。爱心，谢谢你们的帮助和爱心。安慰。朋友的小猫死了，我去安慰他。安装。我在电脑里安装了一个游戏。按。我在河岸边走路。把握。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好机会。我对明天的比赛很有把握。百。快把饭菜摆到桌子上。钟的摆不动了。班主任，他是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。办理。我正在办理护照，我想去法国。傍晚。傍晚的时候，外面小虫子多。棒。他手里拿着一根棒子。你的身体真棒。包裹。你的花要包裹一下吗？我把包裹先放在饭店里。包含。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。包子，大家都喜欢吃包子。
宝贝。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。宝贵。时间很宝贵，我们快点上飞机。保持。我和他一直保持朋友关系。保存。重要的信息要保存。保留。爷爷还保留着他小时候的照片。保险。车子必须有保险。钱存在银行里最保险。报告。报告老师，我的作业做好了。他正在会上做报告。悲观。他这次考试没有考好，很悲观。背，我的背好疼。你不要背着我说我的坏话。这个句子你会背了吗？背。背景。背景。这张照片的背景很美。杯子。天气很冷，没有被子怎么睡觉？本科。他高中毕业后，考上了一个本科学校。本领。我的本领很大，我会开飞机。本质。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比例。我们学校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3:4。比如，马克喜欢吃中国菜，比如包子、饺子。
彼此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彼此之间不用客气。必然。运动少的必然结果是身体变胖。必须。我们必须八点到学校。米饭是很多中国人必须的食物。必要。好学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学习好。毕竟。毕竟他还是一个孩子，我们还是要保护他。避免。今天很热，大家要避免在太阳下面工作。编辑。我正在编辑照片。他是这部电影的编辑。鞭炮。今天是春节，人们都在放鞭炮。变。家里有车子真方便。看完书我便睡觉了。便后要洗手。便宜。方便，顺便，随便。辩论。今天辩论的题目是：地球真的在变暖吗？两个人正在电视上辩论。标点。这个句子怎么没有标点？标志。这个标志的意思是 OK。太阳出来标志着天气变好了。表面。他很生气，但是他表面上很平静。表明。身体发烧表明有病。表情。
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表现。他表现得很像个大人。他在工作中表现很好。饼。甲乙丙三个，你选哪一个？病毒。这种药可以杀死感冒病毒。